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。今天视频内容呢，就是，其实今天视频内容呢，是一个有点不正经，然后也有点无聊的一个，美食测评吧，算是。对，对。因为我们两个最近那个转运到了，对，然后就是小东西。就是这个，我们今天要吃这个小龙坎的方便火锅，然后还有再这加个，上这个鸡，这个什么牌子？什么什么什么巨巨龙龙福福原汁酸味鸭血粉丝汤，给对，大家这看一个是下。被 Rainy 种草的，他说特别好吃。然后我们两个本身就也不是，focus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就这个。对，他说他最喜欢吃这个口味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买了来试一下。对，这个已经煮好了。那我们两个先吃这个，然后再吃这个小，再先煮小先煮龙坎。先煮再吃吧。那我这个都坨了，先煮一下嘛，不然的话那个我先那你个，先吃一口吧。我先吃一口。对，其实我刚才煮面的时候已经偷偷尝了一下，我问他好吃不？他说好吃。好饿呀！我们两个这个买的是3.0的，它升级版的，好吃，有点辣辣酸酸的，但是很好吃。啊，这个小龙坎的就长这个样子，你饿吧？我饿。然后上面它有一个，呀，你看它都给打开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肯定是是，海关，对，因为海关嘛，它都会打开，打开反看一下。是菜包。油包然没打后开，小醋包，对，它给打开。这个是香辣蘸料，这个是一个蘸料，据说这蘸料挺好吃的。下面应该是荤料吧，肉包，这个是肉包。然后你那个什么，小热加的那热个的加发热热包，包。这是粉丝，这是料，对，料。这是什么？手套，送了个手套。手套啊。撕开底料包，倒入上层盒子，加凉水，然后撕开各种包，然后将加热包外袋撕掉，放入底层，加凉水至刚刚没过加热包即可。那我先加这个，他们说不要加全，就是不用加太多，也不要全加进去吗？那我们俩加不加全的？那就不加全。他们说不要，那就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行了。他们说不要倒太多，我看网上说。然后撕开粉包、菜包、肉包，再放入上层盒子。把它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好辣呀，这个不是辣，就是可能我今天早上没有吃什么东西，吃完这个有点胃疼，有点刺激。好了，可以放了，放。这样，我们两个虽然说是处女座，但是比较没有那么在意细节，没啥强迫症，所以大家随便看啊，有强迫症的就没办法。哇，有笋，然后藕片、土这豆，边还有一个倒不出来的，来，我来，哪呢？最里面，呦呦呦，它这个都给打开了，对肉呀、包，啊，这么烦人呢，还能吃了吗？我肉包，哎呦我天，打不开，手上这有，哎，这漏油了，就去捡一下吧，等一下啊，一定就是懒，就手撕。天啊，真的好香，就是国内的那种，就是什么鸭舌啊，什么鸭翅的那个味道。OK，口水都流出来了，水加的不够。然后我还说再加点，还有没有？看这个，我看陈醋怎么加。我家狗都馋了，都没说你家，就没了，没了。这可能是炸弹还是怎么的？给我拆开。比较蠢吧？这为什么要盖上？先拿不出来。把纸给盛好，直接扣好了。把那个外面撕开。没过加热包即可。不用加太多。可以了。刚才还说没有强迫症。然后就盖上盖儿吧。迅速放上上层盒子。盖上盒盖，开始加热，小心蒸汽烫手。往那我也有听见他那个，你慢点儿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蘸料。你去拿个碗来。哎呀，吃一口这个。哎呀，用它筷子。
汤都没了。我尝一口这个。你哪个这么大碗？我拿个塑料袋。嗯，啊、哦，挺辣，挺好吃的，但是，嗯，好吃。哎，那个，嗯，这个煮时间就是要先留着，要计吗？拿着计时吗？不知道，没洗不行，要不然。挺好吃的，这个那个鸭血粉丝就是太辣了，和我想象当中鸭血粉丝不太一样，就有点像酸辣粉儿。啊，对，有点像酸辣粉儿那种感觉，但是挺好吃的，真挺好吃的，嗯。里面我们两个下次可以放一点别的，放啥？火腿肠什么的，冒烟冒烟，榨菜啊什么？嗯，是啊、哦，冒了，真的冒。嗯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我有点不敢拿，比较怂。给你们吃一口，冒冒冒。吃辣不点了、嗯、我们两个属于中等能吃辣的，就是跟吃辣的能比，就是不正吃辣的跟能吃辣的比，不能吃辣的比、嗯、我们还是稍微能吃点的、嗯、但是我们两个就属于喜欢吃辣，但是不能吃太辣，胃会疼，但是不会长痘痘。嗯，对，吃辣的不会，就是说不像别人吃一口辣会长痘的那种人，我们两个就不会。那现在呢就已经煮好了，我们两个是煮了15分钟16分钟这样，有点烫，小心啊，好烫、嗯、这边有个口可以打开的，还冒气儿，你用纸吧，有点烫，啥没煮开的呀，不烫，还没这样、烫死我了，口水大家能看见吗？看不太见吗？我举着。哎呦哎呀，忽略一下。然后它上面这个是各种肠，好像是鸭肠，这边是蔬菜呀、啊、什么的。下面有粉丝，你可以嗯嚼一下。好香肠呢，好香啊！我的天，这个是牛肉，啊、口水，我听到咽口水的声音，我馋死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是粉丝，它还我觉得它这个量算是挺足的。我两个就饭吃不吃？对，你们俩应该够吃，我们俩吃很少。先尝一下哪个？我要吃个土豆吧。行，先蘸，先吃个不蘸料的。大家看这土豆，我先吃这个鸭肠，鹅肠还是鸭肠？不知道，鸭肠啊。我最爱。嗯，挺好吃的，但是略淡。嗯，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，有点淡。这不有羊肉味儿，里边不是羊肉吧？不是，它这个是牛油底的嘛。我看那个评论就是说，可能一开始吃的时候会有那什么，你说让多泡一会儿，是吗？对，那会比较入味一点，然后就没有羊肉味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没有他说那么夸张。蘸一下，就是料挺好吃，料挺好吃。嗯，料挺好吃，嗯，粉也挺好吃，吃一口粉。这粉都粘在一块儿了，把它铺开。我觉得得泡一下，没有想象当中好吃。嗯，你觉得呢？没有。我看很多人都觉得好吃啊什么，就我觉得就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惊艳。没有，哇塞，我的天哪！对，没有那种感觉，就是挺好吃的。但是没有说是那么好吃，但是作为方便火锅嘛还可以，但是如果让我选的话肯定去火锅店，因为说它是牛油底嘛，确实有一股那个膻味儿。嗯，确实有一股膻味儿，所以就是说要多泡一会儿，它我是在网上看的，我也不知道多泡一会儿会不会没好一些，但是这个料还挺好吃，这个蘸料，这个辣椒，这个蘸料，尝口肉吃，就肉感觉挺嫩的，你尝尝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都 focus 我们的脸。算了，它可能长得比较难看。好吃吗？挺嫩的，嗯，口感非常好，味道也挺不错，但就是有那股味道。
是我吃不习惯还是怎么样，吃不惯。我觉得一般，因为我不喜欢那种膻味儿，有一点膻味儿。如果不喜欢吃羊肉的同学，他应该不，他说是牛油那个比较，但可能就是有一种肉的本身有那种膻味儿，味差挺大的。肉也挺好吃的，不是说难吃怎么样，但是它那个味道确实挺大的。对，我还是说小龙坎本身就是这个味道。我没吃过，我虽然去过成都，但是我没吃过。我也没去过，你也没去过。而且我觉得辣度 OK 的，不会很辣，还没有最辣。对，没有那个鸭血粉丝汤辣。说实的话，没有那个味道的话，这个算是挺好吃的火锅。对，但它辣度真的还好哎，就是挺麻的，我喜欢，我喜欢麻，不是很辣。它的笋挺好吃的，我肠挺好吃，那个鸭肠不还是鹅肠好吃？我不喜欢吃，不喜欢吃那种内脏，但是我大肠我喜欢吃。猪大肠，那奇怪，我也不知道。吃火锅，我们俩最喜欢吃丸子跟甜不辣。可能四川人吃火锅都不吃丸子吧，他们都吃那种什么毛肚啊，然后黄喉啊，鹅肠啊，那种猪脑，脑花人家叫，嗯，猪脑，没吃过不知道。都是迄今为止吃的最好吃的东西。而且他不喜欢吃肉的，他是有一种那种，就是那种是有点香肠味哈，就是那种压熟食包装起来的那个味道，就特别香。嗯，这应该是肠吧？这哎不是，这是鸡胗吧？结尾了，结尾说太久了，大家都不爱看。总体来说呢，还是挺好吃的。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个吃越久越没有那个味道，嗯嗯嗯，还挺好吃的。习惯了吧，就是没有很重的那个味道。对，那个味道吃吃就习惯。对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。我觉得也挺好吃的。嗯，而且不是很辣，就是说你如果不是很能吃辣的人，我觉得也 OK， 就是有点麻，但是也不是麻到很过分的那种。但是你如果就是真的很不能吃辣的话，建议你就是少放点那个底料。但少放点，我觉得那个味道可能没那么浓。对，但是就是这个还算是就是蘸料好吃，蘸料中上等，有一点辣，就是不是很辣。好了，这些你最喜欢吃哪个？我喜欢吃肉跟粉丝吧，还有笋也挺好吃的。肉跟粉丝，我喜欢吃，我觉得都挺好吃的，我都喜欢吃。素菜和那个荤菜，我觉得都好吃。它的笋特别脆。嗯，好吃好吃，行了别吃了，我结束结束。等会儿吃一个这个，那我也吃一个，没了。对了，这个液体唇釉是 NARS 的 Slow Red， 我们两个最喜欢的，涂的这个。吃了这么多，就是这个火锅还挺好的吧，没有怎么掉。好了，所以说这个A plus。那好啦，就是这个，那好啦，这就是今天试吃的这两个，一个是小龙坎方便火锅，还有一个这个鸭血粉丝。嗯嗯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这么无聊的视频啊，如果你们觉得说挺无聊不想看，那就我们两个下次就不做了。嗯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类型的那个叫什么视频的话，我们两个以后就是转运啊什么的，就会吃一些淘宝上的零食，或者是在我们这边，比如说 Costco 啊，或者是 Trader Joe's 他们网上特别有名的那种小吃薯片啊什么，我们两个也会进军美食界了。就是没有，就是测评一下。对，日常嘛，就是随便吃吃，给大家就介绍一下。虽然吃的少，但是也挺爱吃的。对，所以说我们俩会买回来那些小零食给大家就是吃一下，淘宝上应该都有的卖的那种。嗯，那好了。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视频。如果大家喜欢今天视频呢，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个赞，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下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，嗯，哇哇。